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好。今天是2024年8月22号。昨天咱们视频完美预测了走势，比特币在昨天白天一直震荡，到今早最高涨到了61800多。如果按我们昨天的分析来看的话，这波摸顶后，比特币会回来到50000去。那剧本会不会按我们想的那样走呢？大佬们的最新观点有什么变化呢？废话不多说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田亚费罗。提到今早1点钟的时候说，比特币太多人做空，资金费率又负了，是好事吗？随后在凌晨3点来接着分析，做空的人太多，这是又起来了。好，这是提亚菲罗提到的观点，相当于他在60660的时候告诉大家要做多。比特币走出了这个三角区间，目前比特币依然在这个三角区间之上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提大的观点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冠军 Daniel。他的金牌分析师 Stephanie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说，比特币当前重要支撑位57509附近，这里是日线支撑位，也是当前下跌的 0.75 的回撤位，59200美元附近的前一日价值区间低点，重要阻力位在60000附近，前一日的均衡线63美元附近未被触及的日线阻力位。如果价格回流到57509美元附近，在此位置寻找做多机会，入场条件是价格触及该位置后反弹，并重新站上前一日价值区间低点。如果价格突破当前的三角整理区间上沿，可以考虑在60000美元附近做空，入场条件是价格突破后出现假突破迹象，然后回流到60000美元附近。随后 Daniel 说，我在等待58300附近的日线 NPOC 位置。然后他的金牌 Savory 接着说， BTC 在 PDEQ 上已经进展得非常顺利了，就是让大家在59243开多，最终仅为看59844，止损放在59000。随后他接着说，这又是一次完美的交易，跌破当地低点的走势甚至更好，这正是我们在直播中期待的，现在我们有了一些不错的后续走势。随后在昨晚9点他接着说， TPOC 可能会有很好的反应，但在没有阅读实时订单流的情况下，我不会对此太有信心，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拒绝，因此提供了一个空单机会。好的 Savory 的观点，相当于他昨天抓住了这个多单，利润的话有600点，但是他认为最高涨到60000去，往上摸一下就会下来。今早比特币涨得快62000了，相较来说还是 Daniel 比较稳，他只开多不开空哦，这就是大佬的经验，小伙伴们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观点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币圈所长。他在昨天上午11点的时候说， PON 委托6.459附近开多，止损小而线有效跌破6.35，止盈6.53 6.59 6.7， ULTI 委托0.0242到0.0265区间开空，4L级别单子，别急，止损有效突破0.0253，开小仓位要不你受不了，止盈0.0235 0.0225 0.021 0.02。 SATS 这个币要注意它突破的可能性，看起来有点蠢蠢欲动，摸到33578后回调考虑买点，或者33578空一下，到时候关注点。好， SATS 这个币大家可以看到确实突破猛涨了一波。随后在昨晚9点半所长说，这波摸2535开多，再加上买现货以太币2535，如果你开了你也别高兴太早，必须受保护，比特币有一点不太好。我再看看今晚如果比特币不能冲上59250站稳，很有可能走一个骑行中继下跌，那基本就得去58250附近了。先看看美股这个看跌幅度有没有力度，然后他让大家把以太坊的现货卖1/3，只留10个，我买了35个，我就在2600这里卖，这么恶心来回跑我受不了，我等站稳2615再考虑买点。比特币半夜有美联储会议纪要，你开个清仓单子61100开空，这时候合约就不要开大仓位了，可能在后半夜，止损突破61580，止盈60650 60300 59800。所以在今早起床之后他说，比特币早上起来一看单子没了，我以为我又损了，结果全部止盈了，从61100直接干到59740。所长说的就今早这根插针，所长用的哪个交易所，我看到插针最低就是60600。然后他接着分析，8月22号，同学们较真分啥事，你别和自己的钱较真，那是很难说的事。我曾经遇到一个大哥很有钱很较真，我让他止盈，他给我说这个点位不吉利，最后这个大哥在自己的固执己见下亏了几十万U，本来还说给我发红包的，最后连个菜包子也没了。我主要是看欧易昨晚直接给我全部止盈了，就算你用的币安是不是第一止盈位到了， APE 也到了第一止盈点了。好，原来所长用的欧易啊，小伙伴们可以看一下欧易插针插到哪里，确实跟他说的一样，再怎么也到60600了。随后他说6.459咱们一丝没差啊，哈哈，我以太还有10个现货，看看今天2615能不能站稳，2615正好是现在斐波拉契0.382的支撑点，这个 ULTI 还差一丝丝，快到第一止盈位了，各位设个保护啥的，我去录视频了。好，这币圈所长的观点，相当于 TON 这个多单开出来了，还不错，确实起飞，并且所长这个空单止盈了，虽然有那么一点点争议是吧，现在通过他对以太坊的看法，他认为如果能站稳2615的话就会继续上涨，那换成比特币是同样，只要能站稳60800就能看多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所长的观点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区块链狙击手 Vivi。他在昨晚7点半时候说，我们现在是第二阶段，第三阶段从下午1点半开始，在下午的 FOMC 会议之后发生逆转，大约从下午2点30开始。好， V 半仙算命就是这么准，几点涨几点跌一清二楚，他这个线画到了2230，没有到这个波段的反弹和时间点没问题，稳稳的。最后在昨晚11点的时候他说，这是同一图的放大版，等到下午2点再交易，错过这一段晚些时候再做多吧。58300那里相对于有2%-3%的下跌，仅供参考，可能会是一个快速的插针，因此不进行交易。好，这个位置 Daniel 也看到了， V
BB 也看到了，但是狗庄在昨天最低只跌到了58730，根本就没有去58300。你们都在那里挂单，狗庄肯定不去啊。随后他分析，在58100之间有一个100倍的清算，因此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翻转的好地方。TB1 在60700 ，TB2 在61500。好 ，BB 这个做多计划很不错，止盈位也非常不错，60700、61500，完美。但是他让大家接针的地方是58100，因为他看的是 Coin List 的爆仓图哦，这个爆仓图根本就不准。BB 后面估计会换翠鸟的，如果 BB 用的是我们社区的爆仓图的话，这个接针肯定会非常完美。随后在昨晚11:30的时候，他接着分析，如果您是投资者，只需要一切没变，图表还是老样子，我缩小了图表以适应路径，不要看时间轴。九月的上半月还有12月22号是牛市运行的两条平均线，相当于 BB 认为比特币会这样走，这一次摸到67之后，最低会跌回40000，然后再涨到75000去。它这个是大周期哦，大周期咱们不看它，因为爆仓图通过大周期看不出来。随后在今天凌晨的时候，他接着分析，为日内交易者提供临时更新，比特币可能会迅速刷新低点，并缓慢涨到62000，也可能会全天缓慢下跌到58000，并在周五左右达到61500的峰值。预测时间并不容易，在我们进入之后，多头的等待时间可能更长，也可能更短。我会快速阅读备忘录，下午2点后更新，会议前临时更新。通常情况下，如果在发布前上涨，发布后可能会下跌一些，因此在信号到来之前，它可能会扫过58000的低点。不要惊慌，等比特币稳定后，我们再实时更新。随后 MOM 的会议发布了，BB解读，我在这上面没有看到任何我不知道的东西，只字未提降息，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利好消息将价格推到61500，因此图表可能如下。准确的说，59200是下一个安全多头的进场位置，到61500时，那些被骗的人也可能没事，只是有点压力。今天的最高点是回调前的61100点。随后在今早7:30，他接着分析，这是为交易者提供的 LTF 明细表。59200到62500是下一笔安全交易，任何介于这两个价位之间的交易太波涛汹涌了，只建议做短线。它在60800触底，在跌至低点后又升至高点，有些山寨币还未见顶，因此必须等亚洲开盘时才能再次做空。好，这区块链狙击手 VB 的观点，相当于 VB 认为，比特币上午会先跌到60800附近，然后再去尝试冲击一下62000，接着再下跌到58888，再上涨到63000，接着跌回56000。这个交易计划接近覆盖了后天了，今天波段看到箭头的位置就可以了。相当于他认为62000上不去，会回来到59000附近去，然后在59000再开个多。三个波段，如果跟 VB 说的一样走的话，上去1000点，下来3000点，再涨上去4000点，1234，我算一下，8000点利润，很难一天这么大波动。小伙伴们能吃到4000点的开心吧？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VB 的观点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米哥。他昨天上午9:30时候说 ，BTC 剧本来了，收藏起来。先是57000到62800，再跌回51800，再涨到54000，最后跌回36000，终极又多会在62000。认为这周有机会去一趟。随后在昨天下午4点的时候，他说59800加了一回空单，并在780出了一批 PEP， 比特币最后的逃命机会。随后在今早8点的时候，他说61600到61800之间挂单成交了，银麻米狗银麻了 ，GJBM 来个 GM， 人生三个阶段，出生这他妈什么鬼？死亡。好，这是米哥的观点，相当于就是他前几天的交易计划，61000、61800。62000、62200、62800、62800、63000挂单都挂单，但是不得不说米哥说过，并且他认为会去摸一下62000，来又一波多之后再下跌。这个观点跟 VB 是重合的。我们只看小波段，米哥预言34000让他预言，我不认为会这样走。再就是我发现，别看米哥每天神经兮兮的，总是能有一点惊喜。跟他说的一样，要做一个让狗庄看不透的交易员哦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米哥的观点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波浪理论柳玉东。他在今早10:30时候说，纳斯达克于8月5号的股灾后的反弹，第三段已经超过了第一段的1.618倍，很可能发展为向上推动浪，意味着创新高有希望。股市就是那么有韧性，九月份降息的可能性大幅增加。好，九月份降息现在是肯定的，无非就是降25个基点还是50个基点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柳大对比特币的观点，他说，2024年8月22号日线图，49000开始是绿线的比浪，或者是绿线 Z 浪的一部分，甚至是新的上涨，只有跌破54250才有可能是 Z 浪的一部分 ，Z 浪继续调整，价格在绿色曲线56078以上。更有可能上涨，62745这个下跌应该在9月13日之前结束，并且展开上涨。近期压力在红色区间63756。好，这柳大的观点，相当于他依然看涨，上方目标他看的是63756，跟 Lancet 的看得很像，大佬们的观点都是相通的，很不错，继续盘整也没关系。9月13号之后就开始涨是吧？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柳大的观点。最后，让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 OPTI 一小时的爆仓图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开多的人比开空的人要多，庄跌回59300就会把大部分开多的人全爆完，多均量能最高 3.5M， 空均没有量哦，最高只有 1.6M， 大家都不敢开空了吗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全局爆仓图，昨天这轮洗盘把那根长长的多均给爆掉了，目前价格附近没有什么人开单，多均稍微多那么一点，量能最高 1.5M， 不做参考。然后以太坊的 OPTI 一样，开多的人比开空的人多一点，但是量能最高只有 1.3M， 太小了，不做参考。以太坊的全局爆仓图同样，我不多说，小伙伴们都懂的。今天的恐惧贪婪指数为39，恐惧哦，但是这也涨得太快了吧。
跟米哥说的一样是吧？往上一涨，市场都乐观了，涨到622来一波终极又多，随后再砸盘下去，这剧本似乎被安排的明明白白。所以聪明的你肯定懂了，今天的关键就看622，当多单足够的时候，狗庄马上回马枪，完美拿捏散户心态是吧？好，今天内容就到这里，如果需要社区 VIP 策略和爆单的话，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加入社区参与讨论，谢谢您的收看。